12月11号下午，湖南卫视官微正式宣布，胡一天确认加盟2017至2018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。这个身高1米88的90后大男孩，通过青春剧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中饰演的高冷学霸江晨，走进大家的视野。帅气的长相，甜蜜的剧情，再加上可圈可点的演技，他的出现就像冬日里的一道暖阳，让2017年的冬季变得不再寒冷。对于胡一天的跨年首秀，粉丝们都兴奋不已，纷纷猜测他将以何种形象亮相登场？是青春校园初恋风、高冷傲娇制服风，亦或是西装革履总裁风呢？相信无论是以何种形象登场，都会在跨年舞台上刮起一段小美好的旋风。导演组提前透露，此次胡一天将携手神秘嘉宾共同站上湖南跨年舞台，究竟是陈曦夫妇再度合体，将小美好的浪漫情怀延续到底，还是另有特别嘉宾前来助阵，演绎别样的情怀与惊喜呢？相信最终一定会给大家呈现一个你前所未见的胡一天。芒果拉新闻，2017年12月31号晚，请锁定湖南卫视现场直播的跨年演唱会，芒果 TV 多机位同步直播，报道。